梁光宇，主席，本身我係想講阿馮偉光先嘅，不過我即係我聽到阿梁耀忠議員嘅發言咧，我都即係希望梁耀忠議員咧係要了解阿梁振英特首嘅忐忑嘅心情，即係點解佢要用呢個禮賓府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咧？你唔好忘記，二零一二年嘅六月就係佢同廣東省嘅省委書記喺自己嗰間屋企個撐台，佢撐出事嘅。阿匡洋同佢喺自己嗰間屋企，因為嗰時佢未做特首，咁就俾呢個明報影到。咁老實講，為咗費事再出醜，我都覺得呢筆錢係應該使嘅。嗱，佢嘅實際支出唔係好多嘅啫噃，係咪啊？嗱，我引述啦，係政府嘅資料嚟嘅。行政長官每年領取非實報實銷籌作津貼，用以支付在官邸舉行的公務籌作開支。嗱，聽住啊，唔係好多嘅就係梁振英，即係我同佢即係冇私敵嘅，我照讀。二零一一年至一二年，即係阿貪曾啦，就係呢一個。同埋2012至2013年度嘅津貼金額咧，就係768,300蚊，真係唔係好多嘅啫噃。但係可以挽回一個醜聞喎，係咪？所以我覺得係可能係值得嘅。大家真係要明白，梁振英即使佢才智再高，佢都冇辦法去冚到曬嗰啲僭建嘅嘢。其實佢都唔係增加好多嘅，佢喺2013年至2014年咧，就係79,900蚊。咁2014至2015年咧，就即係、就是、我哋而家批嗰啲啦，就係834,200蚊，增幅唔算大。我覺得咁你冇辦法唔俾佢應酬下人噶嘛，係咪？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如果要喺官邸去進行呢一個嘅籌詐咧，如果梁振英係將嗰個客人請去佢自己屋企，無論係涉嫌僭建嘅旺角大呢個赤柱大宅啊，或者係山頂個大宅咧，第一有唔好嘅記憶，即係令到咧賓主雙方不能共歡，所以各位同僚。呢一鋪我要幫一幫梁振英，使多10多萬，又冚得住自己啲嘢，又唔會令到賓主都不歡。嗱，呢一個咁樣10多萬就濕碎啦。你睇睇阿馮偉光先生嘅人工啊。嗱，我正話講到即係嗰度咧，我話明我唔會講好長嘅，因為具體嘅嘢唔得噶嘛，我知道。嗱。其實佢成件事咧，點解唔值錢呢？就係、是、佢根本就不升任，無理無資歷。嗱，呢個咧喺官制上面咧兩樣嘢咧都係即係唔應該嘅。即、就、係、是、一個主席你都知道啦，喺文革盛行嘅嘢咩叫做外行領導內行。呢、這個咧係令到我哋嘅祖國咧係落後咗成20年。嗱。外行領導內行嘅意思就做咩呢？就係話咧，請一個人翻嚟咧，係做唔到份嘢嘅。但係咧，佢係會教嗰啲識做嘅人點做嘢嘅。嗱，呢個馮偉光，如果就咁係乾鬥，如果馮偉光真係就咁乾鬥啲銀紙咧，係冇問題。但係佢下面管人嘅喎，你知唔知啊？阿梁宗係管呢個特首下面嗰、那個梁議員，你停一停。做咩啊？系咪有議員喺會議廳裏邊講電話？抑或黃國興？我睇到係黃國興啊！如果係，佢係啊！嗱，黃國興而家將嗰個耳筒咧收埋啦。你認唔認？今次係唔係奶茶啦？你係咪講先？梁國雄議員，哦，對唔住，梁國雄議員，我等你快啲揾到咋。處理有關議事規則嘅問題係主席嘅責任，咪請議員咧唔好喺。會議廳裏邊係做同會議無關嘅事幹，更加咧唔好係喺度講電話或者作其他嘅發言。其他議員發言嘅時候咧，應該保持肅靜。梁國雄議員，請你繼續發言。主席，我報告黃國興議員咧，唔係講電話，係聽電話啫。嗱，
咁啊，講到就習月哥病添，真係死啦！嗱，呢個馮偉光，如果佢就咁乾鬥一份職咧，其實都損失係有限。但係喺特首辦公室下邊有個編制噶嘛，有新聞主任啊，呢個各樣嘢。而且因為佢嘅特殊嘅權力咧，亦都可以通過佢嘅下屬咧，係調到其他一陣間我會講到嘅新聞處嘅員工嘅。即係話一個人不稱職，係會令到成個官，即係成個喺佢有機會去干預或者領導嘅系統底下咧，造成一種資源嘅浪費。所以其實我哋喺度問責嘅時候，唔係問區區佢嘅人工，係問佢嘅權能影響。嗱，所以即使我哋係唔聽我上一次咁樣講，即係話呢個位係有應該有嘅，都要改嘅，就係唔能夠有呢一個馮偉光呢個人喺度。第一，我覺得好清楚，就係話如果一個服侍呢個特首嘅高級新聞主任，必須喺呢、這個這個新聞界咧係任職，咁先至能夠保證，即係佢嗰個才能係可以即係呢個即係呢個勝任。第二咧就係寫字嘅時候，其實嗱，主席你成日矯正我哋喺度發言，即係發言嘅語音咧。其實你係盡責啊嘛，你唔係為咗令我哋難堪啊嘛，你係驚呢一個喺度睇緊直播嘅朋友咧唔知我講乜，係咪？你教我好多次，中英文都賜教我，多謝你。咁但係呢個馮桂剛寫嗰啲電郵全部錯曬嘅，大佬係咪？喂，我都唔想講出嚟，因為大家講出嚟都面紅啊，係咪？即係博取個博字，咁佢又錯嘅，喂。嗱，老實講，中文係一種非常之點樣講啊？非常之多解嘅語言。如果你一錯咗有錯白字咧，而不能夠糾正嘅時候咧，實際上一定係會亂。主席，馮偉光就係咁樣。馮偉光，你想唔想我讀出嚟咧？不過費事啦，費事個細節啦。我相信佢都唔會駁噶啦。嗱，如果請咗個人翻嚟，連呢個指示，即係你去寫一個指示，或者你想去話俾傳媒聽你係想點嘅，都詞不達意嘅，你話死唔死啊？嗱，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馮偉光係力有不逮。嗱，我哋先唔好講佢嗰個政治嘅取向，所以我覺得喺即係我哋去剔除，即係要將佢全部呢一個位嘅開支係全部剔除，而係令到我哋有個深刻嘅教訓。第一個就係可能係嗰個位置係唔應該，我已經陳述咗啦。但係我知道喺呢個議會裏面，大家都可能有唔同嘅選擇。我而家就進而講到呢個人本身係不能夠俾錢佢嘅，就算我哋保留呢個位。呢個馮偉光鬧出嚟嘅笑話當然係非常之多啦，小弟就唔會即係一一去講。我只係想指出一個非常之奇怪嘅現象咧，就係、是、當佢去做呢、這、一個高級新聞主任嘅時候咧，佢係屢次係咧去令到傳媒嘅採訪咧受到干擾嘅，呢、這個係更加不能夠接受嘅，因為我正話。喺下嚟嘅時候咧，好多記者咧就同我講：，你阿毛啊，你同我講講呢樣嘢，即係佢哋原來最唔滿意咧，呢、這個公義嚟嘅，就係話哦，原來阿馮主任上台之後咧，佢哋採訪係難咗，難啲去揾阿特首，難啲喺特首即係正式接受採訪嘅時候咧，係進行正常嘅採訪。有時甚至咧，佢哋話咧，馮高級主任咧係。即係將嗰個採訪咧係個時間縮短，咁講完啦。嗱呢度我就唔再話馮偉光啊，因為講得多都老實講嘅時係太過侵罪啦。咁我而家想講咧就係第二個，我正話講咗咧又係一個官制嘅問題。呢、這、一個高級特別助理，我已經扭述咗呢一個由盧長安去到陳建平呢一個即係佢哋嘅。原由係咪初頭盧長安係因為董生
啊，佢自己講嘅就話，哦，我喺我公司用開嘅，咁所以我帶埋嚟政府嗰度，咁因為佢好簡單啫，信任唔係信用，即係佢覺得呢個人同佢咁親近，係會信得過嘅 ，fine， 啱，用人要用得呢、這個呢、這個信任，但係陳建平嘅奇喎。陳建平就冇人係同佢熟㗎喎。嗱，所以呢主席你嗰陣時我唔知你做咗議員未啦，你應該係做咗定未做呢，我聽到話監軍啦咁樣。各位兄知唔知咩叫監軍呢？你梗係唔知啦。唔係食甲軍嘛。監軍呢就係明朝一個官制呢就點樣呢，就係呢皇帝派啲太監去睇住有軍權嘅人。如果一同皇帝唔啱呢就殺無赦。係咪所謂錦衣衛啊、東廠啊、西廠啊，不一而足，都係因為呢個監軍嘅概念而嚟嘅。嗱，陳建平固然，嗱點解我講咗咁耐，好多人都覺得有啲人打電郵俾我，長毛你講咗去邊啊？點解有用？佢就係做監軍嘅，原來。即係我哋上到去大陸之所以不能夠得到適當嘅款待，或者佢不能夠解決，其實佢主要就係睇住曬成個局面，不是出謀獻策。而係記錄住有乜嘢老後有反骨嘅言行，即係話我哋嘅特首有冇違背咗中央嘅嘢呢，或者中央叫咗佢冇耳聲，佢係耳提面命佢啦。嗱，陳建平呢一個咁嘅角色呢，可能值錢，可能唔值錢，但係佢有個問題，佢又管人㗎嘛。嗱，講完一個就講到呢，其實都係同埋一個削減嗰、那個行政長官辦公室裏面嘅所有薪酬，其中有兩個，有兩個可以刀下留人嘅，就俾佢管嗰兩個。大家嚟評一評理啦。嗱，其實一個叫特首辦嘅特別助理嘅。嗱，特別助理呢樣嘢咧，嗱，老實講，講概念係冇意思嘅。我哋有一位而家唔喺度嘅議員，我叫翻個人版嚟睇睇下好唔好？唔該，主席，叫一叫陳克勤議員翻嚟，等我解釋更加有呢一個具體嘅例子。陳克勤議員，我請點人。